这是什么情况？比赛还没结束，加拿大选手就提前庆祝。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上，海曼斯最后一跳给后面的陈若琳带来巨大压力，这也让陈若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海曼斯能有一次失误发挥。不料海曼斯的每一次发挥都接近完美一跳，这样的结果对陈若琳来说无疑不是一次难度大挑战，所以她只有让自己发挥到完美才能超过海曼斯并取得胜利。前三跳陈若琳的成绩都接近满分。没有人不做这个动作，漂亮漂亮。但由于难度系数不高，尽管成绩一直排前，但却不能和自己位列第二的海曼斯拉开明显的距离，两人比分仅仅相差 4.45 分。第四跳时陈若琳超强发挥，得到了 89.1 分，不过加拿大选手选择了难度系数 3.4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，而且完成的十分出色，也得到了 95.2 分，显然比陈若琳更胜一筹。第四跳结束后，海曼斯就以 349.05 的总分领先第一位。最后一跳海曼斯也是展现真正的实力，不愧是跳水名将，采用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 3.2， 最终以将近完美的发挥拿到了88分，总分 437.95 分。这样的高分也给后面的陈若琳增加了压力，他如果想要夺冠，那么最后一跳很重要，必须超过海曼斯才行。但是他之前的成绩最高才 89.1 分，距离第一还差将近 0.5 分。这边海曼斯已经和教练开始提前庆祝，压根没把中国选手最后一跳放在眼里。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中国选手最后一跳陈若琳竟跳出了封神一跳，瞬间震惊全场。陈若琳在加拿大选手庆祝中登场，她的最后一跳选择了难度系数 3.4 的 5253B， 这也是她全场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。在巨大的压力下想完美的完成这套动作简直难上加难，更何况陈若琳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也让现场观众都替她紧张到极点。只见她纵身一跃，在空中完美的展示了 5253B 这个高难度动作，也上演了一场零水花落水技术，瞬间燃爆全场观众。当陈若琳走出游泳池时候也十分的激动，甚至连鞠躬动作都显得有些僵硬。分数出来那一刻，她跟教练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她共获得四个满分和三个 9.5 分，这些都是将近完美的分数。最后一跳陈若琳获得全场总分最高分 100.3 分，海曼斯不敢相信的摇头。陈若琳荣获金牌，她以总分 447.7 分成功逆转第一名，也为中国增添了一份荣誉，拿下中国跳水队12年来首枚女子单人跳水10米跳台冠军。她用自己完美惊人的动作让金牌实至名归，